佛的弟子中呢，加坚言呐是论义第一，所以佛陀常常派伊去说法啦。所以伊会当呢面对着人，或者是大众，或者是少数人，伊拢总会当去解除别人的烦恼。文道王真爱民呐，确实呢，伊的爱呀，完全集中在伊的王妃的身躯里。忽然间呐，伊的爱妃呢，唔知虾米变，亡身啦。文道王得罪不输啦，国事不利啦，一直无想要解埋，也无想要解挥霍。伊用满油甲浸起来，逐天都伫遐叫啊！你嘛目睭擘开来看我，擘开来看我，大神都真烦恼。甲家前言呐，请来到皇宫里。家前言将要入皇宫的以前呢，啊，一支手机，带着这个手机手袖，入来到皇宫。国王看到家前言呢，哎呀，尊者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来啦，你赶紧呢救我的王妃啊！家前言把手中的手机提起来，你看这支手机是将一张真无声的手压落来的。过几天后，伊会变成安怎？伊会当休，也会唔去，会脱落手机。这支手机会当搁再回到转去，迄张手掌吗？无可能啦！手机既然让你压下来了，哪有可能再复机修呢？是啊，王妃啊，伊就亲像这张手机，永远也未阁睁开目睭看你啦，永远都未阁回答你。但是国王讲，我这世人唯一啦，所爱的呢，就是我的王妃。家前人就讲，王妃既然未倒转来，
你这个爱呢，搁会当颠大。爱你的人民，人人啊，会当过着幸福的日，用虔诚的心，风调雨顺，用爱来教育你的人民，你的国民人人快乐，人人呢真心向着国王你呢，比一个王妃呢爱你，搁较侪人爱。你想这个爱是不是真快乐、真欢喜呢？国王心开意解，总共一句，爱的力量啊，真大。会使一个人堕落，爱的力量呢，嘛会当爱普遍国家，这就是叫做佛法。佛法要安怎打开人的心？要安怎去除烦恼？独善其身，干那一个解脱。那兼利他人呢，会当普利天下，这就是咱要追求的真理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婆罗门真好奇，就来问伽前言。伊讲啊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拢有互相的对立。同款婆罗门，同款是伫咧修行，但是呢？婆罗门甲婆罗门啊，互相伫咧相争啊，这个道理无法度互相契合，出地二啦，以出地二中间相争，出地二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国王、大臣等等啦，这款的种种呢。伊嘛是伫咧互相相争，地位遐悬啊，也搁伫咧互相争斗。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伽前言呐，正简单的回答就是为了贪欲，为着执着，安尼才会互相相争。那这婆罗门都搁在问啊，听伊讲 ，BQ 与 BQ 啦，也有互相相争，啊，这又是为着什么呢 ？BQ 敢是伫争团呐？接受佛陀同款的教育，伽前言所回答的是五戒加法执。个人都有个人的五戒啦，每一个人都也搁有我，我的见解，我的烦恼也未去除。所以佛陀所说的话，我认为是安尼，也伊认为是安尼。所以这婆罗门都搁在问咯。什么人会当离开呢？这种的贪欲、五戒甲法执，什么人有法度通好清净？无有欲念，无有五戒，也无有法执，会当甲这个法执呢才运用？这什么人做得到？伽前言回答啊。我的师父释迦牟尼佛，伊做会到啦，将伽前言的教材了解佛陀，体会道理，向这个婆罗门教，安尼呢说法，婆罗门呐、啊，
伊接受啦，伊知影家前言所说的话，句句是真，是实，所以呢，伊对释迦牟尼佛啊，当从内心的尊重，从安尼呢，家前言该多入，所以家前言呐、啊。是论义第一行，他所说的法啊，真正是人人真佩服。不管是比丘团的内底，人人都是佩服伊，佛陀赞叹伊。其他呢，也话多啦。也看到家前人也大众内心的一尊重，所以这种论义第一啊，以所说的话，人人接受吼。